好，我们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我是 Sapphire， 我是 Sky， 我是 Emma。OK，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猜灯谜，不是猜灯谜，是猜零五后的网络语。找了一些零五后的网络语，所以我会给他们猜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本身是九零后的。第一个很简单的，第一个你们应该猜到啊 ，GNPS， 知道？那是 GNPS， G M 嘛 ，N N P S。关你屁事！哇，可以哦。欸，你们真的不要误会，我真的是不没有，我们是没有干买的，是啊，真的是新给我们看了。来第二个 ，S K， 哼，我不信你猜到。啥开？啥那边？帅哥，不是那个是 S G， 手拍。举手哎！那你们有些也不懂啊，因为我找的是人是中国的，中国来的，所以不懂你们懂还是不懂。你要是傻子，然后傻给点 tips， 给点 tips。OK， 我造一个句子给你。其实它是四个字的，只是他们缩短变 SK。OK， 我造一个例句给你们。SK， 你的礼物我已经买了。傻瓜，不可能那个是 G 啊。对啊，四个字啊，四个字。它英文是四个字，然后缩短两个字。对啊，它英文是两个字吗？它华文是四个字啊。啊？所以就是英文。它华文是四个字的意思，只是他们缩短。啊，我再给你明显一点的，生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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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生日快乐 ！What the hell？Seriously 啊，叫生快啊？这样都可以说行。咯。OK， 来，第三个就是 BLX， 不拉屎。那是 S 啊，那是 BLS， 这是 BLX。嗯，可是你，我觉得你肯定会猜到。对，你累咩？很困难。是啊。你的粉丝都很 BLX。不来秀。不知道讲就讲，不可以。你要猜？猜不到哎。阿西，保护 B。OK， 哦，简单简单。假如今天你攻击，他们会怎样？黑我。啊，所以他们的性格很 BLX。喂。他们性格很黑。黑你猫咩 ？BLX 都黑什么？玻璃心。靠。很脆弱，很脆弱。玻璃心。啊。第四个就是 BHYS。BHYS。YS。不好意思。好。这个简单呢。第五个 ASWL。喂。ASWL， 翻个马姓啊 ，sorry，ASWL，可以给照片吗？宋仲基很帅 ，ASWL， 爱死他了，爱死我了，爱死我了，然后，哇，天啊，那个，那个就是 NBCS，N。NBCS， 它是一个英文词啊，不是好给一个例句啊。有人讲肥就讲我肥了 ，NBCS， 两个字，它是两个字来的，两个英文字啊。啊，这么容易猜不到咩？多个音，多个音，三个音。No but care，No but， 差不多搞定啊。No but care shit。来，我讲完，真的。Nobody cares。这个对 CGX 啊，那个小哥很帅，我很想跟他 CGX， 猜关处关系啊，对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PLMM 陪了妈妈，干你妈妈，不来妈妈。来给你一个例句，医保最多 PLMM， 那边应该是陪聊妹妹，错，没有不是妹妹，不是妹妹啊，Sky 讲第二个对了，你刚才讲妹妹哦，陪聊妹妹，陪聊妹妹，啊，漂亮妹妹，哦，漂亮妹妹，哦 ，BHS， 不好死。最后一个 BHS，、最后一个 BHS， S 应该是死哦，不是这个有一点广东话，有点掺广东话，不好死，不好死，不是，因为有人欺负我，所以我 BHS， 不开心，不开心，哦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猜猜网络语的 video 就。
就到这里了，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拜拜。